油，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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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！我们已经到头了。坚持，坚持，坚持，金靖。我在这儿，可是他站不起来，怎么办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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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靖是很努力的，我相信金靖可能在中途想过放弃，但是我认为正是团队的这种感召，让金靖坚持到最后。坚持滑完。他没有力气了，太滑了，起不来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携他一起冲线吧。先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！我来了，下车！看我这两步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姐，出溜下来了。咱们交接交接一下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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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已经到头了，咱们两个冲刺吧，伸脚，我教你，教你那个冲刺。好，两个人携手冲线，还一米，就拐个弯，一样冲。哎，可以不？我们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我的妈！真不错，真不错。竞技体育就是这样，没到终点那一刻，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最后一个人站在雪道上的时候，虽然已经知道了我们一定是输了，但是没到终点之前我们就不能认输。走吧。王蒙最快的速度走了。哎呦，这玩意儿挺累啊，就我一个人，想想我的动作啊。萌啊，一会儿冲下来的时候要帅啊。好，好，我努力啊。哇，真挺累。这跑得挺快的呀。啊！加油啊，萌！萌姐加油！挺快，特别快。太累了，比之前我们做的所有的体验都累。但是第一次的这种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，我还要成为自己的冠军。啊，萌加油！萌姐加油！萌姐加油！加油！非常感动，运动员该体现的本质已经完完全全的展现在萌姐身上。不要因为已经结束了就放弃了，尊重赛场。漂亮！上微博参与多动契约话题互动，为你喜欢的冰雪运动打 call， 助力冬奥。稳住再滑，稳住再滑。漂亮，萌姐！加油，加油！萌姐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好帅！来了，来了，高光时刻！高光时刻，高光时刻！哇，加油，萌姐，加油！还是厉害的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减速，减速！哇！哇，好稳定，加油，好稳定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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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
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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